躺了，这把我承认我躺了，今天晚上躺的第一把。我这打野说实话真猛，应该是哪个职业我感觉都可以去，可以上首发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飞行员。昨晚凌晨打联盟赛，遇到一位天才打野，上周的联盟第八，连续带飞两把，凌晨表示可以上职业首发。不过我说实话，你真的能有机会去首发，你要是去 KPL 的。发起进攻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拿下！谁敢瞧不起我的木兰啊？啊！操，不是 MVP。主要是我没拿 MVP， 是因为我没有吃到姜子牙封神，他给了打野，知道吧？不然我还要猛一点。喂喂喂，互关了哥，互关。好的好的，我先去三一个。你看我战绩，你看我战绩，人贵了，满2600了。好的好的好的，我分数现在跟你一样差不多的，我去取关一个再讲关你。可以可以。你不要花木兰，可以的，太强了。我其实一直还不错，主要是我看你那个，我本来不想那么认真的，你知道吧？感觉你们对我的其他英雄印象有点差的，我得认真一下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太强了，我只能说之前没见过。下一把，下把见啊！拜拜拜拜拜拜。上路是谁啊？我有点熟悉啊，什么情况？刚说了再见，两人就在下一把相见。不过这局并没有上一把那么轻松，对面是职业选手吕布以及23000战力司空震。把蓝军能进吗？进技能还未冷却，拉出来吗？兄弟，把蓝拉出来。放了。我的蓝，我的蓝。开始撤退。走，你们走。交散了。打个被动。请求集合。被动就输掉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是一个吧，兄弟。
好不了，搞不好我蓝区要被禁了。You have been slain. 好稳啊，这死亡者没什么机会，妈的！那就发育吧，无所谓的。大招还未冷却，到后期也不一定打得过。哼！经济落后，我先发育。太稳了呀！我操！哎呀，这都没什么，没技能，没啥没啥。An opponent has been vanquished。这没闪，你不没闪，你们要被包的。昨天停了吧？就这两个没什么搞定你。我操，你这，那。请求集合。Enemy killing spree。请求集合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没换，还没换，过来反战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你也拿杀了。An enemy. 简直打招牌为了确定。慢慢打，还可以打。Shut down. 冷发狂喷火。An killing spree.Nice killing. Double kill. 刚才刚请求集合。刚才四打二随便打兄弟，敢杀了。请求集合。撤退。行吧。这是跟我偶像学的。能一波吗？没弹，不了吧。双方还有弹。技能已经好了。摸不了，退装了，拿不住的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金鱼，金鱼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You have been slain. 好，输了。没了。请求集合。他第一根扫个帽，他就可以打，我就不能绕的。这个点不是这点，不是这点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大拳杀。Nice killing. 冲一波。Double kill. 哎，随便绕真的，绕后真的。Triple kill. 发起进攻。太猛了吧，哥们儿。没有没有。阿志，你完了！经济领先，别浪。差一个人头正战进去了吗？发起进攻 ！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我操！我说怎么没一波兵线没进去？比赛 ，Victory。躺了躺了躺了，这把我承认我躺了，今天晚上躺的第一把。我这打野说实话真猛，应该是哪个职业我感觉都可以去，可以上首发的，真的猛。对面也是职业选手，跟我对线的是职业选手啊，秦川，他也是123段。他比我还高22000吕布，不要老觉得跟我对线的对手呆呆的，其实他们就是这些英雄的天花板玩家了，已经知道吧？22000的吕布，123段对抗路，好吧，很强的。还有一个司空震，天花板司空震，23000司空震，懂吗？对面边野很强，我们家边野也很强，但是我这把打的有点差。过两天16，我靠！15岁啊，15岁这么强，15岁有点屌啊。